开始了，快点，起鸟了都。咱们要把那个诺丁汉小熊送上3万米的高空，拼六层。我们回东北释放气球，是因为平原的地理特征会大大增加我们成功回收的可能性。平六层的温度会达到-50°，但运动相机最大的缺陷就是极其容易过热关机，所以我们在做好了保温的前提下，添加了一套温控系统。我们还做了许多努力来确保设备可以顺利回收。我们准备了5.4立方米的氦气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我操！为了让设备降落在远离机场和城区的平原地区，根据气象预测，我们决定去辽宁阜新和内蒙古通辽交界处释放。这有山有水的，这个叫太阳口，1600克左右。可以吧？散热正常。是。要改成6。那离沈阳还挺近的嘛。现在是不是姿态基本上正了？12:49，过了。经纬度查一下，落田里了，走走走。1公里后向右前方驶出高速。应该是要再往前开，多开一点。你踩侧面，笨笨，别踩重点，踩侧面。应该是吧。全是大米饭，笨笨，全大米饭。不不不，你这个蛙泳干进去吧。哇哈！Let me walk out that door. Let me go home, whiskey. Let me walk out that door. I've got orders for my baby not to come home late no more.